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2013年四国女篮对抗赛第一阶段比赛。在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呢，首场比赛将是中国队对阵波多黎各队的比赛。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解说嘉宾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杨毅。那么经过了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拉练之后，又经过了跟澳大利亚之间的对抗啊，今天呢，中国女篮再次。又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热身系列赛当中了。这次的四国邀请赛是在我国的大庆啊，绿色油画之都、天然百湖之城、北国温泉之乡的大庆来举行的。那么这是在大庆体育馆当中啊，大庆油田体育馆。看一下中国队今天开场这边还是赵爽、陈楠、李珊珊。从我们拿到的目前的这个名单上来看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是。李珊珊和沈怡两个人将会作为年轻的后卫在一号位上更多的出现。就前一段时间中国队这个状况，这几站热身赛，杨毅总体感觉现在这支女篮，从队员来说，从磨合来说怎么样？其实大家如果关注的话，就会知道中国女篮年轻球员居多。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整体磨合，都有很强的队员。在之前这支中国女篮集结之后，在新教练也是老面孔，马克带领下，已经打了12场比赛。那么这12场比赛呢，是6胜6败，赢6场输6场，而他赢的6场当中有5场是在主场赢的，赢了古巴3场，然后前两天，澳大利亚，3战2胜1败，赢澳大利亚2场，赢古巴3场，赢澳大利亚2场，这。6场胜利当中有5场是在主场，而出去打去欧洲拉练碰到比较强的对手是1胜5败，所以呢从这个战绩虽然胜率是6胜6负是50%，但是呢从他的比赛的地点，从他的比赛对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女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东西需要提高。赵爽这次发动反击之后和波多黎各队11号两个人直接发生了身体碰撞，赵爽虽然瘦，但是他的对抗能力在这2年还是在不断的提高，但他还是太瘦。赵爽的特点呢，他有点像就是稍微矮一点的这个隋飞飞。稍微瘦一点。稍微矮一点，瘦一点的这个隋飞飞。那隋飞飞其实也很瘦，隋飞飞就是他的身高，另外他隋飞飞跳起来有点像这个，他的弹性非常好。对。啊，身体素质好。那么跳的时候有点像这个像蚂蚱的弹跳。另外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快下，现在赵爽的最大特点也是防守和快下。对，李珊珊一对一的对位盯防啊，显然在对手的后卫线速度比较快的情况下，李珊珊一对一的盯防不好防，不太好防，所以对手一旦突到内线之后呢，容易利用中国队的夹击来造成机会。陈楠这次篮下强，哎，这是孙梦然吧？孙梦然的篮下强打没有中。总的来说，中国队内线应该是有优势。对方波多黎各美洲球队，他的外线速度快，突破能力强啊，个人能力强。哎，好球！这是季延延，直接从对手手里给封盖下来，然后推进到前场，但是反击还是没有。波多黎各队的退防速度非常快。对。这是一支速度感非常强的队伍。中国篮这个阵容呢是老中青三结合，相当于是一老啊陈楠，一中季延延，然后加上这个三个年轻球员。如果说从国家队的资历和这种年头上来说呢，其实季延延也算是一青，年龄上偏大一些，但是从整个的国字号的征战经验，季延延是从。2年前的亚锦赛上当中才开始崭头露脚在国家队，这真是个人能力。孙梦然提上来啊，既然没有跟他来打配合，反而选择了无球的掩护。今天从开局看，刚才孙梦然在罚球线附近的一次后转身的投篮啊，这个动作有点像陈楠的感觉，神似。对，就是。其实这名内线的大个儿，我们给予的期望还是非常高的。在他这
一个夏天刚刚入选国家集训队，在打古巴队的第一场比赛，因为我在现场看，第二场比赛我在演播室当中解说，就当时感觉说这个姑娘对抗性实在是太差了，有点软，而且内线呀很快，脚步很好，能跑，但是内线动作始终感觉不够有霸气。嗯，但一个欧洲回来之后，这几站再看，哎，打得不错。赵爽跟金妍妍之间的配合，赵爽扑分，妍妍移动接球，跳投。嗯，对方一反跑，打一反跑。直接往内线掉，陈楠再策应出来，李珊珊这球没有打进篮板球，篮板球金妍妍拼抢，非常的积极，把球拨到赵爽手里。对，中国女篮好几个前场篮板了。今天呢，中国女篮她内线占优，内线占优情况下呢，中国女篮打的就是耐心，打的非常耐心，在半场阵地当中，耐心的转移球，争取攻到内线，利用内线牵制对方的防守，然后去创造机会。嗯。中国队现在比较难防的就是对方的这种突破分球，啊，因为对方确实波多黎各是一支非常典型的快速的球队，对，跟他的男篮一样，对，这孙梦然呢，之所以你说像陈楠呢，因为他也是左手，左手，因为他1.97米的身高，个儿高，同时有左手，左手不好防，所以他这一点上像陈楠。而且他的奔跑能力啊，移动的灵活性、协调性都非常的出色，底子好。啊，所欠缺的是经验和这种更加过硬扎实的技术。现在呢，对方呢就是开始打这高位挡拆，对方打高位挡拆呢，说实话是打谁呢？就是打陈楠，因为一挡这小个持球，对方中锋出来，陈楠防谁，谁出来掩护，一掩护把防小个的这个中国队后卫挡住了，就直接面对陈楠。而陈楠呢，从他的这个，那现在换人了，当然换梁家才能上。对，因为就是对方的不断的在这儿打这高位挡拆，陈楠呢，他防守当中呢，一个是确实岁数大了，脚下跟不上；另外一个呢，你还得留着陈楠在进攻当中啊。没错。所以，这波多黎各开始连续得分了，马克一看，立刻就换了，把陈楠拿下了。应该陈楠跟孙梦然都下了，换了刘嘉岑跟高颂两个人。对，这两个人呢，就是他的灵活性强，移动速度快，身高没有那么高了，但是防挡拆能防上来，对，能跟住小个儿的速度。这个就是说，在女篮比赛当中，双方教练也是见招拆招。嗯。另外，后卫线上一号位换上来沈怡，高颂的前场篮板之后的二次进攻。我发现高颂啊，其实跟翟小川两个人在国家队的感觉非常像。嗯嗯，当然高颂他的整体的篮子可能要更稳定一些，就在目前国家队当中的状态，高颂的篮子还是不错的。但有一点，就是高颂前场篮板这是一种天赋，就是感觉这么多年下来，好像这个每次看比赛，这前场篮板总没落他手里。哈喽，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四国女篮对抗赛的第一阶段中国对波多黎各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是在中国的大庆，这是在大庆油田体育馆当中所举行的。今天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多，几乎是座无虚席。这座体育馆呢总投资2亿元，可以容纳6500多人，这么大规模一体育馆，观众来这么多，说明这种热情也是非常高的。开局之后，中国队基本上进攻大部分还是依托于内线的，围绕内线打，而波多黎各更多的是利用他的速度打这种突破分球，打得很多反击。今天双方到目前基本都没打出来，都比较注重回防的速度。再往底线出啊，这次走步了。
好球，好球，漂亮，李珊珊是吧？应该是沈怡吧？沈怡啊，沈怡突破送给刘佳琪。沈怡，哎呦，波多黎各队这种球啊，特别难防。对，就是你外线稍微给他留一步空间吧，他出手特别的突然，噌就投了。对，你如果外线不给他留空间，他真的是突你。他这两个小后卫能力非常强，个人能力，突破能力非常强，三分球能力都很强。大反击，扛着你打，这球防得不错。沈怡到最后伸手干扰掉了。对，打防脚，打防脚，突，吹了。伸手，手部有多余动作。对，对他一个是中女篮做调整，一个是陈楠下手，另外一个呢用赵爽，赵爽是等于是防守尖兵，赵爽去防这是几号？那八号。八号。对，等于对方突破能力、个人能力最强的，让赵爽去防他。一换防，刘嘉岑脚步肯定跟不上。对，对方还是打这个高档。继续在这四十五度，在这高位挡拆，挡完换了，换成大防脚。这是，这应该是陆文，波多黎各的回防速度真是快。对，中国队这边一传刚刚出来，啪，五个人都回去了，波多黎各队。对，又是反跑，又打一反跑，连续两个反跑，中国队在这个战术的防守上应该要多注意一下了。对，因为你防得太靠上了，整个都防出来了，所以对方能人家能分跑。嗯，打成十六平，这球要被断，对方打反击，前场都三打三，看这个怎么来站位防守，看他要不要反击。如果打进，准，你得反击，二打三，二打二，好球，好球。这个中国队现在内线当中相对体格比较大的，但能下快攻，能快下，不容易。攻一个内线很少。对，佯攻内线都是佯攻，是孤自强。追平。对马特呢，对球队的防守非常不满意。现在呢，就是你看啊，当陈楠不在场上的时候呢，这时候球等于打不进去了。现在投篮呢都是中远距离，特别远距离的投篮，当投不进的时候，也不像一开场前半节不断有前场。可是你如果上陈楠呢，在上陈楠和这孙梦然你有这高度的时候呢，在防守上，你帮对方小个又吃亏。对，所以这就看马特怎么样去调整？举手，还是高位挡拆，轻轻挑头，东北篮板球磕回去，继续打高位挡拆。对，挡完之后继续小打大，这球要被断。李珊珊上来之后啊，李珊珊防守能力在这批一号位的年轻队员当中是比较好的。对。一头快，丁元又换了一批，丁元、陆文、高凤、李珊珊，还没有。中国队是很多次进攻，一攻而返。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前，一记压哨球，波多黎各队没有投中，这样双方第一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占领了18平。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为您带来的四国女篮对抗赛第一阶段的比赛，这是在被誉为绿色油画之都、天然百湖之城、北国温泉之乡的大庆举行的第一阶段的比赛。第一节结束之后呢，中国队和波多黎各队打成了18平。第一节比赛其实波多黎各那俩三分打得中国队有点措手不及。从正常情况下来说呢，中国队有内线的优势，然后在防对方的挡拆啊，包括突分的时候，稍微注意一点，应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对，所以说人家就是个人能力，拔起来就扔，就靠个人能力。对，你给我一步我就投，你不给我距离我就突破。竟然踩着三分线这么远一大号的两分，所以说这个真不错。赵爽部分，赵爽呢今天两次部分了，一次是季延延一三分，右手部分，刚才这是左手部分。这挡拆打得也非常的强劲啊，一个掩护给赵爽打得腰快折了。对，拿球就投。对，你看这一节一上来呢，其实第一节呢后半段等于双方得分都很困。第二节上来之后呢，中国队呢换了这双高回来了，换双高回来进攻可以了，进攻开始连续得分了，漂亮，但是呢防不住，进攻也得了两个球四分，回来也失了两个球四分，进攻我是打内线，孙梦然一个，陈楠一个，回来人家是俩突破，没错，都是打各自特点，打各自特点。不过这俩球，孙梦然一个踩着三分线的大号两分，一个是拉到三分线外啊，直接策应给陈楠，对，全面性非常的好。刚才这球又危险，防得非常好。哎呦，李珊珊这球要失误啊，前场二打一了，陈楠是退不回去。这支波多黎各队呢，整体来看它的实力和特点还是可以的，就是比较能代表波多黎各队的整体的一个水平。孙梦然来自八一队的一名内线的打个球员，非常年轻，也是90后的球员。今天中国队的失误偏多，两个了，就这一小会儿两个失误，完全是网球术非授课性失误，没人理你。中国队，中国队，中国队拿一球打一个策应，中国队呢不敢像开场一样防这么靠上了，因为呢只要往上一防人就反跑，从这边45度再挡拆，今儿再突破，而且前场篮板的冲击力也还不错。中国队第一要注意对方的防守，不要把阵型啊防守的阵型给扯乱了。第二最重要是对方一出手啊，第一时间要背身，要把人背身后了。还是出来又打挡拆，再换防，孙梦然跟不上啊这脚步，再转。俩人夹击，球迅速的转移出失误了。这波多黎各队其实打得挺耐心的，你别看。其实他呢，就是刚才这个选择，就是在他的右侧45度已经非常空了。对。中国队的防守已经完全被调动，被撕开了。但是他想传一个就是更贼的，叭给进去，那里边拿着直接上篮。但这种球就是那个球速啊，女运动员想接是有点困难。嗯。那球速一般。咱打球的时候，你接都有点困难。没有，我肯定。你跑得快，但你接不住。接不住。打内线再往外分，好，哎呦。中国队呢，现在有一很大的问题呢，就是没投手。没三分现在。没有，我记得上回咱们俩说打澳大利亚是最后是多少？19投3中。是三分球，基本不进，没有都能投。你说不能投也没有，都是职业运动员、专业运动员。但是呢，你说谁很有把握？只要给他一空，抬手就有，真是没有。现在有把握的国家队的投手都不在队里。对，你像姚丽杰，像马增玉。马增玉，对啊。
对，包括像这个张瑜、张伟，对，这都是联赛当中非常有把握的投手。现在真是队伍当中缺少一个。今天有六中零，因为呢，你外边投不进呢，对方现在看明白了，对方越打呢越小，对，越打越明白哦，反正你也投不进，你投不进，我就收缩，我收缩你的内线，本来有优势，现在你就没优势。对。事实上，现在国家队当中能投篮的人并不少。你像赵爽啊、高颂啊、陆文啊，包括李珊珊他们，谁拉到外边，沈怡都能投。能投。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你不像当初像马增玉、像苗立杰这种劲儿，说我拿上之后你空了扔给我，我就关键时刻必须得进这球。把握性，把握性，稳定性。其实单说，我看了一下这阵容呢，就是这个队里边他的这个三分球最有把握的，应该是还是严严和那纪晓。纪晓。这球你说要投进了，你可怎么办？都防到这份儿上了，还真是对方投了两次都是这种球，哎，有失误，有失误。陈楠从沈怡身边走过，直接帮对方把这球给防下来。今天啊，就是这波多黎各呀，中国队，当然呢，中国队有失误，中国队失误之后呢，这回追反。就是退防啊，是非常努力。嗯，同时呢，波多黎各今天就是上丢了这反击上篮好些了，得有三四个反击上空篮没上进。中国队换人，换上魏伟和许诺，国家队史上最瘦的内线组合搭档又一次出现了。我其实挺爱看他俩打球的，在2011年的时候，就是这一批年轻队员啊，第一次担当这个主心骨打亚锦赛的时候，为奥运会争夺入场券的时候，第一场比赛对韩国内线搭档就是魏伟跟许诺。对，这个魏伟跟许诺上来之后呢，你甭管怎么着，这身高臂长，在这儿胳膊一张，但真是没对抗啊，真是没对抗。实际上这已经把对方挡在身后了。但你看他真能跑，就这俩大个蹭蹭往回跑。对方又扔了一三分，对方是扔了三个三分。魏伟在要位，内线就打不动，内线坐不进去，真进不去。魏伟呢，他的特点是高，转过来之后，只要离篮的距离不要太远，他一举球、一举手，你不太容易够着他。他投篮稳定性还是不错的。但是他的体重太轻，导致他容易被推走了。腿太细，对，对方下肢力量强，不用够着你，就在你下三路顶着你。完全能够影响到你的这个投篮的这个就是平衡，是吧？对。所以最后你的球虽然能投出去，它是够不着，但是你能不能投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这个阵容基本上是国家队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第二阵容，一二位上是沈怡，三个人加一个。然后二三号位分别有丁元、有陆文，然后内线搭档是许诺跟魏伟。陆文呢，打这个三号位的三号位里边，他是高的，高的，同时呢，就是身体对抗能力也比较强。对。他也比较准，他在这批国家队队员当中呢，如果单说投篮稳定性能力上，他不如季延言，但是如果单说拉出来的三分投篮呢，他的稳定性应该还是不错的。这边四十度打开。开完进去，洛克过来协防，协防的不错。对，对方这挡拆打的确实很漂亮。许诺来协防，许诺给魏伟转身之后直接投篮，对方够不到球，只能打手。
打不打手可两说，这球反正是你影响到的。那咱是在大气，对，主场啊，所以就是说，所以你说这个十二场比赛六胜六负，有五个是主场，主场是五胜一负，而且是这五场是赢两个队，赢古巴，是赢澳大利亚三场，赢澳大利亚赢两场。高度，嗯，真高啊，两米零七啊，两米零七在女运动员里边有点跟男运动员两米二零差不多。嗯，许诺拉到高位来，要二十四秒了，要出手，还是没有。今天到现在为止，中国队三分球是颗粒无收。好球，陆文掉到前场篮板之后强打篮下。陆文是一个能里能外的球员，他在篮下的技术呢，在三号位上要比赵爽的技术要好很多，还有身体。陆文呢，我联赛看的不是特别多，我感觉啊，他是不是四号位改三号位？他联赛还是在打三号，还是三号，因为他有篮子，距离远。我感觉他，但是他篮下从对抗习惯到他的脚步。这是四，但因为我没跟他聊过，啊，我也没问过，就是陈楠啊，有可能小时候八一的，有可能小时候打过，我也一直觉得他小时候可能是打过四号位的。你看他真正他面对框持球，他不突破，对这个突破急停跳投这个能力比较弱，所以呢，这就是说你从小是一个内线球员，对，就跟你一样呗。咱别老说我，虽然就一米七十几的个儿，但老喜欢打篮下，因为从上了小学六年级之后就没长过，是吗？小学六年级之前一直是中锋。咱说点正经，跟李楠指导过。行，咱接着看魏伟内线要求啊，转身。对，你看这个，实际上这就是说，你虽然投出去了，但是你的下三路被定住了，被影响。好球，这应该是中国队开局之后第一个三分啊，丁元投进的。波特利克队要暂停了，这个阵容反超对手之后领先了四分。加持球的，给中国队后卫压力，给球压力，不让你组织起来。二是球打进去，收缩，弱侧的人坚决的回收去夹击，所以呢，等于就是反正你也投不进。嗯。打上半场二十分钟，打了十八分钟了，三分球我记得是七中，前七投你是零中。对。让你投你也投不进，你越投不进，对方越敢于收缩。所以在这时候呢，丁元这个三分可以说是久旱逢甘雨。终于投进了，沙漠当中的一杯水啊！对，你继续回来关注比赛。今天现场的气氛确实还是不错的，现场6500多名观众，这种热情还是非常高。因为本身大庆也是全国群众体育开展最好的地区之一，每年承办的国际国内的赛事啊，大型赛事超过12场以上，这样体育氛围是非常好的。也不失机会。要小心对方的连续三分。
第一个中不了，前场让对方冲一篮板之后再分出来啊，带头真能有。你看这时候丁元持球之后，中国队外线持球之后啊，这个波多黎各队开始要往上贴了，逼着你要扩大防守。魏伟两头都没中，许诺把篮板抢到之后补进，一旦外线有了，内线你就可以开始呼应。换防投的真是果断，这是丁元一球换下。波多黎各队这边的教练可能跟记录台跟裁判团队这边还是有一些沟通，对，有些分歧。波多黎各队是不换人，35-27，上半场比赛要结束，还有40多秒的时候，中国队领先多达8分。这个阵容呢，这段时间打得不错，有三分，有内线的呼应，主要是防住了。嗯，其实进攻呢也一般，主要是防住了对方。主要是这个波多黎各队啊，他的投篮命中率也是在下降，他不可能一直维持着第一节这种怎么投怎么都有的这种状态。对，2+1。2+1，这个就是换这个谁啊？换这内线二兽之后，这分差打回来又拉开了。换魏伟和许诺之前是落后3-4分，对，换上来之后，我印象当中换上来之后，波多黎各基本就没怎么得分，没有挡拆了。换上来之后，波多黎各进了13分，对，换上来之前是波多黎各24分。打了最近这4-5分钟，波多黎各就中了13分，在外边迎着魏伟咣当扔13分进了，其他的球是一个没有。所以呢，他有挡拆呢，但是许诺和魏伟占一什么？一是灵活，二是高。我虽然瘦，可是我高啊，这么长的胳膊，这么高的个儿，我可以干扰你，可以影响你。而波多黎各呢，没有，就是他也没有大个中锋，没错，能坐到内线去打你。所以呢，中国队虽然得分并不高，中国队第一节得18分，第二节17分球，并不太高，但控制了对方的得分，控制对方得分。对方第一节18分，第二节到现在9分。外线，哎呦，真重啊！那这一节得的12分里边有两个三分。哇，这球居然差一点，投进去，投到篮脖上，都弹到观众席了。这样呢，上半场比赛结束啊，依靠这个相对移动更为灵活的内线组合，中国队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将分差转换过来，目前38-30领先对手8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下半场的比赛。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四国女篮对抗赛第一阶段中国队波多黎各的比赛。这场比赛是在被誉为中国的绿色油画之都、天然百湖之城、北国温泉之乡的大庆当中所举行的，现在是在大庆油田体育馆当中。但一上来呢，中国队真的是表现很亮眼，是还是沈杰？沈怡啊，是沈怡。我看看奔跑速度像沈怡。命中一三分，敲山震虎。嚯、哦，陈楠！哎呦，陈楠好久没这么打了啊！打进打出，从里面运到外面，一个转身再杀回来，杀你一回马枪啊！这球让我想起这个乔丹的一次。哎，对对对，那是打谁？湖人吧？打谁我已经忘了。俩人夹击之下，运出去，叭一转身回来。一个经典的动作。对。直接往篮下掉，这球有点儿，这球就是有点掉得狠了，对，掉大了。既没看进攻，也没看防守，因为当时孙梦然并没站住。中国队呢，下半场上来防守强度不错，对方高位挡拆换了，陈楠非常努力的防出去，干扰。24秒来了。对，陈楠真是努力呀、中国队呢，这个就是全场在堆，逮猫捉耗子似的逮对方的俩小后卫。嗯。啊，这俩小后卫就是不断的突，中国队所有人护这俩小后卫。还是有点偏软。对，在面框攻的时候啊，孙梦然这个脚步是不错，移动也非常的好，但是到最后这下扛住头有点软，造成这球被对方其实干扰到了。干扰了。孙梦然往内线移动。球交到另外一侧的陈楠手里，中距离的投篮。陈楠得了6分，今天这场比赛打的时间非常的短啊，主要是为了在防守端尽量少让陈楠消耗。对，中队领先多达15分，现在。那今天打到现在呢，中队呢也不守联防，没守过联防，都是一对一，就是人盯人。沈怡这个推进速度够快，攻给陈楠。沈怡打得不错，下面上来三分球先投中，组织进攻推进都打得不错。上半场的时候呢，沈怡有几次传接球的失误，但下半场确实打得还是挺好。对，这球篮下攻得非常的巧，同时在脚步很巧的情况下打得很坚决，对抗性打出来。对于孙梦然来说，其实这一个欧洲拉练回来之后，打古巴之前和开始打澳大利亚这场球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一个直观上的感受就是他的对抗性一下得到了一个飞跃，一个巨大的提升，敢做动作在篮下。又沈怡，好球，又一个。对方收缩，沈怡是连续发炮。沈怡6分，三分球是4投2中，一共拿6分，两个全是三分。真反转。哎呦，延误范围真是大。对，但是对方真是能一个变向之后就给孙梦然晃倒的可能性有。对，这就是大防小啊，错位。对，带头高送，都没送。这会儿是不是陈楠休息了？没有没有，这不往回追呢吗？哦，是陈楠在。对。
这会儿中国队相当于是打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阵容，对，高宋打三，高宋来打三号位，让赵爽降下来打二号位，对，这个阵容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是中国队，就是我们从今年这个赛季的热身系列赛，从古巴队到后面的欧洲的一系列拉练，再回来打澳大利亚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组合，就是陈楠啊、孙然打内线，高宋去打一个三号位，让赵爽降下来打二号位。这个阵容的问题就是说，你只要能防住啊，从这一节打到现在来说呢，这个防得不错，嗯，只要防守你能跟上，进攻没问题，进攻你每个位置比对方高一块。那么同时呢，就是你最矮的沈怡又在外线帮帮俩三分，每个位置身高都占优，大家都帮忙了，这会儿你就是你坐着你随便打他。那么阵容大型化，也是主教练马赫，就是他个人啊、非常喜欢做出的调整，是他的篮球理念的体现。你说他在澳大利亚队的时候吗？他在澳大利亚带的时候，他有小后卫，但是他就是他的这个二三号位，特别三号位非常高。嗯，所以我就记得这个，在他上一次，潜移推得真快，推进来一看没机会，不乱打再出去。在上一次，那么当他来到中国女篮之后，好球，漂亮！哎呦，漂亮！哎，漂亮！漂亮！太漂亮了，这球，像小鹿一样。非常轻盈的转身，对，但是这头小鹿可有1.97米高呢，18分了。这接着说马赫上次来，马赫上次来他做的就是最重要的，一开始做的重要尝试和调整，就是要在三号位上加高度。嗯，他呢让原来隋飞打三，对，他让隋飞打二，苗立杰呢人打二。苗立杰呢？打一，打一。三号位是谁呢？三号位原来是黑龙江队宋立维。啊，宋立维。宋立维还有山东队姬晓，姬晓现在也在。对。原来打四，让四号位降下来打三，四改三，所以陈楠还是五。然后呢，这个四号位是张小妮呀、啊，陈小丽，嗯，高。然后这个四改三，三号位等于身高1.9米。所以姬晓有一手不错的三分，到现在为止。姬晓原来就是内线能拉出来投。对。然后二号位呢，这个隋飞1.8米，1.88米，差不多这身高。一号位是苗立杰。所以他这整个身高上来，但是呢，就是这个实验在马赫上一次执教中国女篮的试验当中，最后是失败。最后，我这么练了得有2-3年。嗯。这么练2-3年。眼看到了北京奥运会，离北京奥运会还剩一个月，最后一个月了，打钻石杯赛了，在海宁，我印象非常清楚，3年多都这么干的，最后一个月了，咔嚓，五号位还是陈楠，把张小妮也好，陈小丽从首发阵容拿掉，隋飞原来是三改二嘛，现在三改四，隋飞打四，这个苗苗打三，卞兰打二。宋小云打一，等于呢，这个就是说，四号位身高就等于打一大四小，一大四小，嗯，最后怎么样？最后是一大四小，进了奥运会前四。这个过去那个大高个阵容在世锦赛上是一败涂地，所以就是说呢，你做的这改变要符合中国篮球的特点，中国篮球自己的特点是快准，小快灵，快准，你现在也不小了，对，但是。必须得有快准，如果你加身高但是失去了快，打这队没问题，打波多黎各没问题，但是你到国际上跟强队打的时候，你失去了你的特点。咱不说将来怎么样啊，反正在马赫上一次试验当中，上一波中是不成功的，是不成功的、嗯、最后是自个儿给改了。但是呢，他还是，我也理解他，因为教练总是想尝试，有自己的理念嘛，有自己的理念。但中国毕竟不是澳大利亚，中国队毕竟不是澳大利亚，从这种球员的基础培养的特点，你没澳大利亚打法那对抗，人家是世界上打的可以说是最凶残的一支队伍，咱都可以用凶残这个词，最凶狠甚至凶残的一支队伍，身体对抗太棒了。说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在奥运会上世锦赛上打决赛时候靠什么？靠的就是身体对抗。嗯，你能跑能跳，我给你扛得跑不动跳不起来。对，去做转身，腰上要到球，高度是足够了，
扛两下再转，好球。简言，男子化的动作，非常男子化的动作。实际上我呢，我觉得在这支球队里呢，真正从技术能力上来说呢，就个人能力上来说呢，简言是进攻能力是首屈一指。那肯定，苗立杰不在的情况下，他是这支队伍当中进攻性最强，首屈一指。但是呢，这支中国队在真正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并没有你这简言，就并没有以简言为重心，让他更多的给他创造机会，让他承担。当然呢，有时候他自己发挥也不稳定，这就是看教练员和运动员彼此的信任怎么样。这一节打到现在是19-8。19-8，这波多黎各呢，由于进攻呢命中率太低，防守的质量也下降，有点成全面崩溃的态势。已经打出21分的分差来了。对，这支波多黎各队前面是剑走偏锋，以小以快来克制一下中国队的这种高和拳。但是打到后来呢，中国队逐渐找到了轻松赢他的办法，而且中国队外线一旦三分能，不用说全面投开，能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命中率的时候，波多黎各队就很难应付了。你要顾外面的时候，内线就可以给你打成筛子。感受得到，这边拉拉队员在跟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的时候，这边的气氛确实非常的好。刚才已经介绍过了，这是全国群众体育开展最好的城市之一，而且大庆今年也是再度蝉联了全国的文明城市的称号。在这儿呢，体育文化的氛围是非常浓厚，包括这个现场，据我们所知来了很多的中小学生，因为在这儿呢，大庆市一直尝试将体育运动推广到中小学的每一个环节，让学生从小去培养这种锻炼身体的习惯。有些时候呢，我们都说从娃娃抓起，你要真的落实到从娃娃抓起，要培养成一种习惯，不单单是一种课业。比赛一回来，那边篮下是刘嘉岑呢，抽了一个，抽了一个23分。波多黎各这办法也不多，就是一挡一突，一挡一突，突完之后就扔，扔。李珊珊直接往篮下掉，俩人夹住之后这球不好打了。许诺想上一反篮，被对手直接给破坏了。再往篮下突回传，身边。再延误一下，时间都快到了，真难。哎呦，真近啊！波多黎各，许诺飞出去之后，像一只大鸟一样，一阵影子都能给你照在身子下面，但你还是能投进。波多黎各今天就是三分投的好。刘嘉岑往篮下强打，中球。技术动作不错，对手手也快，上来夹击也很迅速。中队打反击，看李珊珊推进，最近速度很快，季延延漂亮。这也就是季延延能打出这种球，赵爽呢也能快下，但是跟季延的风格不一样。对，今天的下半场呢，
之所以能拉开呢，除了防守，另外一个就是转换。嗯，转换。下半场你看沈岩上来之后呢，沈怡上来之后呢，沈怡这个推进速度就很快。对，李珊珊上来之后呢，李珊珊跟上半场也不一样，上半场都是慢慢悠悠溜达着过半场，全队溜达，下半场就是跑起来了，控球后卫推的也快，漂亮，过对方这个蓄力夹击。哎呦，踏着三分，现在一步远就投，想都不想。这说明波多黎各队现在欠缺合理的进攻手段，直接往篮下吊刘嘉岑，一打一。哎呦，这球投真难啊！对刘嘉岑来说，这种球一般转完之后往里再拱一下，扛着上，这球飞出去之后后仰跳投，投完之后再回来扑防守。稳一稳，第三节的最后一次进攻。先把球控制下来，这球应该按照最合理的打法，控到剩十秒左右的时候给季延延来一次。但季延延他不应该在那位置，对，他在那位置他拿不着了，你看他就最后就拿不着了。所以就是说，从这个队啊，红中女篮的场上来看呢，并没有是以季延延为重心的。对。啊，季延延当然他在国家队呢，在国家队多年以来也没有令人信服的经历，啊，他还需要在国家队持续证明自己。尽管他在联赛当中已经多次证明自己了，但是呢，在国家队另外一个级别上还需要继续证明自己。国家队都是腕儿啊，对。可是现在不一样，因为之前你比如说有苗丽杰，或者有卞兰，有马增玉，这时候难说。就目前这个阵容来说，谁能抢着腕儿，谁就是腕儿。这显然季延延是这个可以说是首屈一指啊，外线。从能力上来说，这样呢，第三节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在进一步的扩大自己的分差，拉大到了20分以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关注第四节的比赛。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四国女篮对抗赛第一阶段中国队波多黎各的比赛，现在是在大庆油田体育馆当中为您直播这场比赛。外线投篮没中，目前场上内线搭档的是孙然和魏伟，今天对孙然的使用是非常多的。孙然跟陈楠打开场，之后跟刘嘉诚搭过，然后跟魏伟搭，刚才还跟许诺搭了一会儿，几乎就是孙然一个人把国家队内线其他的所有的球员都搭了一遍。重点考察，重点锻炼。真正对，这个波多黎各今天这个三分投的准，三分50%以上的命中率，命中可能和这个空气清新有一定的关系，可能还比较迅速。今天测试一下破这个蓄力夹击。这球踩了底线出界了。哦，进攻犯规，吹了一个进攻犯规，还不是踩底线出界的问题。这样呢，换上李珊珊，还换上了丁元，让沈怡休息一下。孙然今天大个儿，还不少运球，
这球传的不太好。被对方连续追分，中国队请求了暂停。领先多了之后，领先20多分，这一节有点重，无论是攻还是防，有点重，无论坚持。马赫非常愤怒，要求运动员随时保持专注。其实他现在呢，真正强调就是防守，进攻呢，你强调他个人能力没达到。嗯。强调没有太大，而且现在对于这支队伍来说呢，真正最后的人选还未定，就是现在对于整个这支队伍的人员的使用，包括这种战术的设计，这是再往后的事情。等到有一天人员都定了，我的战术都出炉了，那你必须得按照我的战术来打进攻，我再去琢磨，去雕刻你们。现在我要观察你们，观察的是你们每个人的技术、每个人的能力、每个人对这支队伍的贡献特点是不是够用。而这个时候呢，就很重要，可以强调的，就像你说，就是防守，你是一个态度，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人的防守，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对，而且呢，你打什么打法是根据人员定的。嗯，你比如说有苗立杰，一定是苗立杰跟陈楠不断的挡拆，对，然后给别人创造机会，剩下三个人就是明确的角色球员，所以你有什么运动员就是什么打法。而且呢，我相信呢，真正要打这，包括女篮也有亚洲锦标赛的任务。嗯，真正要打亚洲锦标赛，要想夺冠，还得回来俩老的，苗立杰很可能还要回来。马增玉刚刚拿到他个人的第5次 WCBA 联赛的 MVP。对，马增玉也得回来。马增玉呢，现在因为是对于辽宁队备战全运会，咱们这个中国体育特点就是全运会最大，对，全运会，奥运会最大，下来是全运会，全运会，全运会，这个因为今年全运会又在辽宁打，辽宁重视，夺冠压力很大，特别是大球，所以呢，你看马东玉现在得随辽宁队集训，备战全运会，这是第一，随中国女篮备战亚锦赛，这是第二。所以呢，但是真要打的时候，可惜了，可惜了，可惜了。但是你甭管是马增玉还是苗立杰这样的球员，一旦说这事儿定了回来了，对，他是属于来之能战，对，战之作用很大。他的经验，他能力在这儿，一回来就得围绕他打。没错。真投啊！对，哎，这是身高比吗？对呀。往篮下一站，托打李天王一样，球掉我手里，我一点进。这是离篮太近了。嗯。不跳，你跳起来没我高。对。再打挡拆。就把魏巍给调动出来了，这真是跟不上。全场比赛结束还有6分钟啊，71-52，差着19分，迅速的转移，中一三分是。今天中国队进了4个分。球应该丁元投的啊，丁元投中了中国队今天的第一记三分。哎，不是第一个了。不，我说丁元今天投中了中国队这场比赛的第一记三分，就是他之前中国队进的第一个三分是他进的啊。对啊，他拉开了这序幕。对，这肯定不是第一个了。他第二个，他两个那个沈怡俩，对，一共是他投了14，沈怡投了23。对，海航这解释也太细致了。这就是说。进的少，进的少，还是进的少，你一个一个都能算出来。
又进入到了暂停的时间，74-52，中国队再次领先了22分钟。因为这场比赛，这次的四国赛呢是领先了22分，74-52，还有5分24秒比赛就要结束。我们看，通过这个目前的这个镜头能看到，叫2013年大庆铁人杯四国女篮邀请赛。大庆在我国也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地位和特殊历史意义的这样一座城市。铁人王进喜，铁人王进喜，对。而据说这个大庆的名字的来历，它就是59年9月底的时候，当时松辽盆地的第三口这个基准井啊，当时喷油，赶上祖国的10周年大庆，所以就给这儿起名叫大庆。希望这个喜庆的名字，这种有祝福意义很重的名字，也能带着这些姑娘们在这儿得到一个更好的进步。咱不说拿到什么成绩，主要是这帮年轻球员啊，对他们来说最值得喜庆的事儿是取得更大的进步。要学习铁人王进喜的精神。没错。连续的在外线运转之后，给到内线魏伟这儿，对方也是在轮转换位的时候啊，不及时，导致小防大了。刚才小防大，小防大已经防大，但魏伟这球呢，那就好，接球就投，接球顺势转身，立刻投篮，不给你包夹机会，不跟你身体接触。虽然你是一小个儿，但是我都不跟你身体接触，扑出去。沈怡今天啊，这个第三节的时候，一段时间推进速度确实很快，然后打得也不错，三分还投了俩，整体来说今天表现很出色。但是在第二节和第四节这两段都能看到，今天的状态有点黄油手，就没事拿着球老喜欢丢。3-2，沈怡分了。孙梦然很好的一个位置，这是孙梦然投篮点啊。孙梦然这个中投还真准，真准，中仨了中投，真准。他这就是他的特点。我们说运动员就是你必须得有特点，在这个位置三分线往里边一步，全是我的空间，这就叫坟地，只要往这一站，对方得死。另外就是他有这一下之后呢，如果他因为他个儿也高，1.97米，如果他再有一个侧影，双手投上，不防我仓就一个。如果一防我往里边一扣，陈楠接球转身就打，那就这个就是无论他个人能力还是从整体上来说，就提高了一大步。对，而且他和陈楠两个人现在都是可以打高低位的，就是我在高位打也行，你在高位打也行，因为俩人的投篮都很好。对，现在虽然就是差经验、差对抗能力、差这种策应的能力。所以现在孙梦然还不太下得去。对，他能上来，但是他下不去。哇，这真是美洲后卫，自己运，急停帮扔进。哎呦，这刘嘉岑呢？刘嘉岑是能抢，一员虎将。刘嘉岑打球的时候感觉就是虎虎生风啊。对，延延今天季延延呢，他更多是无球利用定位掩护移动穿出来接球后，这种球你要想投进太难了。俩人夹击之下，我给到许诺手里，1.97米的大个高送，投的有点着急。对，谁现在拿上谁都想投一下，因为领先太多了，领先26分。刘嘉岑又投入发球线位置的中锋，
还有两分钟时间，领先着26分。李先生跟刘嘉存两个人做配合，不断的穿插，越穿插越小。季妍妍跟上一脚。来看这球，后边跑。火真近呐、啊！对，这球也不从哪儿掏出。这都不只是从兜里掏出来的问题了，是感觉从地里刨出来的，刨出来就扔筐里。打局已定，双方都打得非常轻松。中国队投篮命中率今天高达51.6%啊，波多黎各队是30%多，但是波多黎各队的三分球接近50%。对，他一开始，后来第四节后来后边那几次没有了。对，掉下来一点。季妍妍打反击，看看。这球怎么传过去的？这球就是接近于15，中间是从三个人的膝盖底下飞过去。篮板球今天中国队42-20啊，比对手多了一倍还多。他这种球就是因为领先太多，所以放松了，跟刚才对方那个打刁斗式那大勾手投篮一样。那紧张的比赛，他就包括季妍妍这传球，你就不太敢选择这样的传球方式，也是非常放松了，在场上开始玩了。这个立功呢，感觉有点累了，恐怕是舟车劳顿，远来疲弊。再缓两下。25分分差，中国队最终一场大胜结束了，在大庆举行的这一届的叫做大庆铁人杯四国女篮邀请赛第一场战胜了波多黎各队。陈楠都已经早早的穿上了这个训练服、运动服。对。